从前有一只小老鼠，它的名字叫小灰，生得很懒，每天只想吃饭睡觉，一点工作也不肯做。他和他的爸爸妈妈、五个兄弟和六个姐妹住在老鼠村中一座精致的房子里，除了小灰以外，他们一家人都很忙碌的工作。每天早晨，当小灰的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们都在吃早餐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把衣服穿好。大家都已经上学去了，小灰还没有把早餐吃完。吃完早餐后，他才跑到学校里去，但是无论他跑得怎样快，总是迟到。他不但懒惰，而且读书也不用功，每次当老师克莱小姐问他算术题的时候，他没有一次是回答对的。当小灰玩溜冰的时候，他的动作也非常慢，从来没有一次追上过别的。踢足球的时候，他也是老落在别人的后面。起初，小灰的爸妈十分忧愁，因为他们的小儿子太懒惰了，便常常督促他，甚至于责罚他。但是这些办法都没有用，小灰反变得更慢更懒了。小灰的爸妈也灰心了，当他们忙碌地去照顾另外的十一个孩子时，就放弃了小灰，也不再去管他了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，小灰也变得更懒了。一天到晚，他见不到家里人，因为每天他起来时，爸爸上办公去了，妈妈已经上场工作，兄弟姐妹们也都上了学。当小灰上学去时，家里人都回家吃午饭。等小灰回家吃午饭时，由于他路上游荡，走得慢，家里人又出去了。又因小灰每天从学校里回来得很迟，等他回家，家里的人都吃过晚饭，上床去睡了。在星期六和星期日，小灰整天的睡在床上不起来。这样的过了几个月，小灰的爸妈、兄弟姐妹们因为许多时候没有看到小灰，都把他忘记了。有时他的妈妈偶尔发现食物缺了和桌上吃剩的空碗时，会觉得奇怪。实在他是一个十分忙碌的人，没有多用一秒钟的时间去想一想这食物是被小灰吃掉的。一个春天的黄昏，小灰从学校里回来，当他跑到厨房里、卧室里、客厅里的时候，觉得奇怪起来，因为屋里东西都不见了。这时他知道他的爸妈和兄弟姐妹们都搬走了，同时也完全把他忘记了。小灰不知怎么办才好，肚子饿，身子又疲倦，他只好动身到外面去找家庭。他沿着街道跑，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才好。跑着跑着，一直跑到月亮高高的挂在天空的时候，他到了一个看不见一间房子的地方。他发觉自己已经迷失在一个浓密的森林里了。这时他肚子更饿了，身子也更疲倦了，但是找不到家，却迷了路。他急得坐在地上哭了起来。突然他听到了一阵唱歌的声音，觉得很奇怪，急忙停止了哭声，在树林里爬行着，越过了石头，经过大象君的阴影，去寻找唱歌的人。他爬到了一个大池塘边，才找到了唱歌的人，但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动物，大而突出的眼睛，大肚皮和张开了大嘴。小灰好像找到了什么救星似的，急忙向他们问讯。所有的动物被他问的都停止了歌唱，张着大眼睛奇怪地看着他。当他们回答小灰说没有看见他家里人走过时，小灰又急得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那些动物都看他可怜，便找了一些东西给他吃。小灰吃罢东西便想睡觉，就躺在池边的青草堆上睡着了。所有的池边的动物都用看低沉的声音为他唱催眠曲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没有起得太迟，因为池塘里的动物们的喧闹声把他吵醒了。当他张开眼睛时，三只绿色的动物在他身边，于是他就向他们招呼，彼此介绍，交起朋友来。小灰听到他们的名字都是相同的，觉得很不好，就替他们三个起了三个名字。三只青蛙都钦佩他，尊敬他，一致说他很聪明。突然，小灰想起了家，又悲伤起来，眼泪流满了脸颊。三只青蛙觉得他可怜，便领他同到大青蛙那边去想办法。大青蛙便叫小灰在池塘中间许多水草的丛中，一个美丽的小岛上找个家，并且替这个岛起个名字叫老鼠岛。但要到这个岛上去，必须由水上过去。小灰不会游泳，小青蛙们便把乌龟先生请来帮助小灰，将它渡到小岛上去。乌龟爬上了岸，小灰从它的背上滑下来。他看了一看小鸟，比小灰还高的水生植物长成了一个绿荫，可以遮蔽阳光，软得像丝绒一般的苔藓满岛都是。这时，乌龟和青蛙们都向小灰鞠了一个躬，表示欢迎他到岛上来，同时都称他为老鼠先生。这时小灰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一个重要人物。岛上没有房子，要是在家里，这问题他根本不操心。可是现在不同了，虽然他很懒惰，不得不自己动手，就忙碌地在岛上给自己造一所房子。房子是用小树枝和青草造成的。当屋子完工后，太阳已经下了山，小灰也十分疲倦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工作的这样长久过。于是他就向三只青蛙、乌龟说了声晚安，然后就走进自己的屋子里，躺在苔藓铺成的又软又绿像丝绒一般的地上，在他自己造成的屋顶下面呼呼地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小灰醒来时，他向屋顶和墙壁看了看，觉得屋子里还缺少些什么。他想了一想，就想起来了，原来还缺少些桌子、椅子等家具。于是他花了很多时间，用树枝造了一张床，用松树的针叶做了个美丽的床垫，又用树枝和青草造了一只椅子和一张桌子。当他完工的时候，他就叫乌龟和三只青蛙来参观，同时又告诉他们怎样使用这些家具。他说着就上床去睡，不料因为他的床架子用青草覆的不十分牢，所以他一上去就裂断了，引得乌龟和青蛙们哈哈大笑。他又去使用桌子和椅子，但照样的也都裂断了。这一来，小灰非常灰心，再没有信心来搞工作做家具了。第二天，他就又整天不做事，青蛙们很忙碌的在一块儿跳跃着、游泳着、歌唱着，但小灰只是吃了睡，睡了起来吃，又变得懒惰了。每天早晨，青蛙们还是来约小灰去工作，但小灰却一点儿工作也不肯做，后来他们也不再来喊他了。有时小灰来外面来看看，青蛙们正在莲叶上游玩着，但是他们看见了小灰都不走过来，好像不认识的样子。小灰越变越懒了，但走过了一些日子，他对于懒惰和不做事情的生活开始有些厌倦起来，因为他实在太孤独了。
一天，他非常小心地踏在一片靠近岸边的莲叶上，用脚尖从这片叶子走到那片叶子，一直向青蛙们游玩的地方走去。他向咕咕、咯咯、呱呱招呼，可是因为很多日子没和他们在一起，他们都忘记了他，不认识他了。小灰感到非常伤心。这时候，恰巧乌龟游了过来，小灰十分伤心地告诉他，乌龟劝他不要伤心，重新再和他们交朋友，并且叫他以后要常常和青蛙们在一起，不要分离。于是小灰又重新和他们交朋友，虽然青蛙们再也记不起来，但他们只是想到小灰很可爱，又快乐地和小灰成了很要好的朋友。从此小灰再也不敢懒惰了，因为他知道懒惰使家庭朋友会把他遗忘，所以他天天和青蛙们在一起，免得他们再忘记了。小灰倦了，就盘身蜷缩在一片莲叶上睡一会儿。这片叶子靠近青蛙们晒太阳的地方，使青蛙们可以看见它，不至于再把它忘记。小灰学习青蛙们玩的各种游戏，首先学会了跳杯游戏。青蛙们又小心地教他学游泳，但他胆小，不敢下水，只是坐在莲叶上，用两只脚在水中划着。青蛙们见他不下水，便去找乌龟来帮助。乌龟叫小灰往下跳，小灰就扑通一声跳下水去，只觉得身子一沉，然后又向上浮起。乌龟急忙叫小灰拉住它的尾巴，于是小灰很痛快地用左手和两脚划着，高兴地游着。三只青蛙变化看它们美露强壮的腿，教小灰游泳的动作，但小灰脚太短，总不能像青蛙们一样游得美丽，只是用两只脚滑动，惹得青蛙们大笑。一会儿，小灰游到了一片靠近岸边的莲尾旁边，很快地爬到上面去。三只青蛙急忙一面喊一面去抓它。小灰在陆地上跑，却比它们强，青蛙们只会跳，它们就跟它学着跑。白天黑夜继续很快地过去了，小灰把日子和时间都完全忘记了，他一直很忙碌地和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地工作着，他不再是一个懒惰的小老鼠了。一天，他忽然想要知道自己在老鼠岛上到底住了多少天，他跑去问青蛙，但是青蛙不懂得，于是小灰就发生了要教他们学文化的念头。他在附近找到了许多生长在地上的菌，他用大的去当桌子，小的去当椅子，一个天然的教室就这样的解决了。接看小灰就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，又教大家唱早安歌。小灰一遍又一遍地教他们数住，但是乌龟不是说错了，就是睡着了。小灰又教他们加减法，他教他们二加二等于五，十一减五等于七。这些因为小灰在以前本来是一个懒惰不用功的学生，所以现在都教错了。下课了，小灰叫乌龟明天领大家来上课，同时又教他们要遵守时间。每天早晨，小灰很早就到学校里去欢迎着他的学生，他不能再懒惰了，因为他自己教导青蛙们要遵守时间呀。夏天很快地过去了，在秋天的早晨，小灰开始觉得有点冷，因为他穿的外衣的袖子和裤脚都太短了。原来他到了老鼠岛后，身子长大了许多。由于冷的关系，他便向乌龟和青蛙们提起了他的家。乌龟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
叫小辉说，你为什么不到老鼠村里去拿些衣服呢？小辉一听，心中十分高兴，因为老鼠村是他家的根据地呀。小辉就爬上乌龟的背脊，他们渡水到老鼠村去。上了岸，他俩慢慢地在草地中前行。太阳下山了，他俩就在黑暗里行进着。清晨，他俩到了一条大路上，这时小辉已经望见许多屋顶和老鼠村里教堂的尖塔。小辉立刻从乌龟背上滑下来告别，并约定乌龟在5个月后的今天在这里见面。他赶紧奔到学校里，但时间还早，他只得坐在学校大门前的石阶上面等着。巧得很，他看见克莱小姐加了几本书来了。克莱小姐看见了小辉，心里很奇怪，因为她从来没有看见小辉这样早到过。因为上课时间快到了，克莱小姐便叫小辉摇铃，叫其他的同学到学校里来上课。小辉接了铃，就站在学校的石阶上摇了起来。一会儿，同学们都来了。首先到校的是小辉的哥哥、弟弟、姐姐、妹妹们，他们看见了小辉，心里都万分高兴。于是大家都跑到他身边，围着他问长问短。小辉也把别后的经过情形告诉了大家。正在这时，克莱小姐已经来叫大家进去上课了，小辉也跟着大家到教室里去。他坐到自己的座位上，十分用心地听着讲。当他听到克莱小姐教的和他以前教青蛙们所教的完全不同时，才发觉自己完全教错了。于是他决定在这5个月中好好学习，学成了再去教青蛙们。下课后，小辉便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一同回家去。他的妈妈见到了小辉，非常高兴。他见小辉长得又高又长，身体也结实多了。他见小辉身上的衣服已很短了，便找了一件他哥哥留下的新衣给他穿了。小辉很是快乐，因为他回到了家里，家里的人并没有忘记他，同时他又有很合适的衣服穿了。小辉的妈妈又替他做了一双小床，因为以前小辉所睡的床现在已给他的2个弟妹睡了。晚上，小辉把怎样的教咕咕、咯咯、呱呱和乌龟读书与做算术等事情告诉给大家听。同时，小辉又要求妈妈做几套衣服，准备送给青蛙们。他的妈妈答应了，就做了3件漂亮的衣服，每一件衣服上都绣上了个人的名字。从此，小辉又在家里住下来了，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本领还不够，应当多学一些，再到老鼠岛上去教他们。整整5个月中，小辉是一只忙碌的老鼠，每天早晨，他是全家中最早起来的一个，同时也是最早吃早餐上学的老鼠，因为他在老鼠岛上时起惯了早。克莱小姐每天让小辉去摇铃，叫同学们到学校里来。上课时，他每天很用心地听讲，而且每次都把问题回答得很正确。他做了一个好学生，克莱小姐常在教室里嘉奖他，他是全年级的模范学生了。5个月过去了，小辉和乌龟的约期快到了，小辉便向爸爸妈妈提出了到老鼠岛去的要求，他的爸爸妈妈答应了。
第二天，他带了妈妈替青蛙们做的新衣，向全家人告别而去。他到了和乌龟约会的地方，果然，乌龟已在那里等他了。他爬上了乌龟的背脊，就出发到老鼠岛去。到了老鼠岛，天已黑了，他又到自己该造的房子里去睡觉。第二天，太阳刚升起，小龟已经在他从前设备的学校里等候乌龟和青蛙们到来。一会儿，乌龟带着青蛙们来了，青蛙们见了他，大概又是忘记了。小灰又像从前一样的和他们重新交起朋友来，并把他妈妈做的衣服送给了他们，同时又替他们穿上了。青蛙们穿了后都高兴极了。每天早晨太阳刚升起来的时候，小灰便教着咯咯、呱呱、咕咕和鸟龟的文化。这一次他教的完全对的，而且也教得特别认真。经过了一个时期，青蛙们和乌龟都得到了不少的教育。一天，小灰正在教书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岸上有人在喊他。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家里人来看他了。他急忙叫乌龟帮助把家里人一个个渡到老鼠岛上来。小灰就让家里人参观了他自己造的房子和桌子，然后他们又在户外吃了一顿很好的野餐。第二天，他家里人都动身回去了，小灰向家里人挥手告别。现在他的确是一只非常自觉而且肯劳动的小老鼠了。